看看啊，这是北京市，这是北京市丰台区啊，宋家庄地铁站附近，这是十六庄小区进行集体维权，是吧？正在跟民警进行沟通，我们的人权问题。盖一个二十八层的楼，我们这个六层小楼塌了怎么办呀？距离相隔三米，要打十七米的这地基。为了安全问题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向政府请愿，但是政府迟迟不出面，警察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看这边这几个，这是包工头都在这边，我们姚善的书记是吧，正在跟人家协商。哎，希望这个各方媒体啊，不管是境内境外媒体都给报道一下。